昨天有说他们的马尾很难没有啊。卖家都还有他们的保险，还有一批来。
果你点开的话，它有那个就很慢，而且现在运作，它就是沙尘，沙尘它很慢，因为现在运势很高，它现在大概也够，那就是台湾的电商。Thank you.